从神曲洗刷刷出道，到模仿秀专辑，再到作为一个非主流艺人，被代表主流的央视春晚接纳，迎来事业巅峰的同时，却也遭遇如潮质疑。非常近距离迎来音乐怪咖大张伟独家拷问，一手爆料，直面回应种种非议，大胆自黑。我就是音乐裁缝，我都做这件事儿，我肯定得承认呀，因为我以前有抄袭的这个恶习，他们觉得说我感觉特别理直气壮，每回只要有大幅的时候，总会有质疑的声音，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。30而立，大张伟现场自曝好事将近，就是我也快结婚了，应该，然后也快有孩子了。你觉得那女孩应该是个什么样的？其实就是您这样就不错呀，女企业家啊，她总有一个人能跟我在一起是合适的，我也觉得还行。我觉得我一直是 lucky boy， 应该还可以吧。百变魔王又上演了怎样的逆天魔法，让现场嗨到沸点？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，邋遢脏就是他，没人喜欢他。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，邋遢大王就是他，没人喜欢他。精彩马上开始。就这个 feel 倍儿爽，倍儿爽，这个 feel 倍儿爽， feel 倍儿爽，爽爽爽爽，天是那么荒凉，地是那么广，情是那么荡漾，心是那么浪，歌是那么悠扬，曲儿是那么狂，看什么都痛快，今儿我就是爽。嗨一哟哦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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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你走起来，就这个 feel 倍儿爽。倍儿爽，这个 feel 倍儿爽 ，feel 倍儿爽，爽爽爽爽。魂是那么脱缰，神是那么哈喽，神是那么荡漾，心是那么浪，化作一道光芒，闪着所有伤。一会儿到，脸是那么窗，哎呀，这我就是爽，嗨哟哦哦。嗨一哟哦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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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你吧，同跑起来，就这个 feel 倍儿爽，倍儿爽，这个 feel 倍儿爽 ，feel 倍儿爽，爽爽爽。天空飘来5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，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完事儿。天空飘来5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，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完事儿。嗨一哟哦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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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一走哦哦哦，兄弟朋友们。这个 feel 倍儿爽 ，feel 倍儿爽，爽爽爽爽！欢迎大张伟，我其实特别怕采访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奇葩呀。嗨，没有，我就是说跟您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尽量收敛的。啊，你要收敛吧，你要记住，告诉人怎么收敛，怎么脸还能瘦啊？我们现场的女孩子特别多，对吧？哎，我也有冒充的啊。你们喜欢大张伟吗？哇，这就是他的威力，对吧？然后你看广场，很多人在跳你那个舞，是吗？哎呀，真的是很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大家也都在跳啊，开心。你看到最好玩的动作是什么？看到最好玩的动作，对，在广场上跳你那个舞，大妈跳什么都好玩，因为本身都是一个强身健体的感觉啊。对，特别的。你能把大妈跳的动作重复一遍吗？因为那一代人跳舞不知道为什么都有一个感觉，东西一直在这儿，他一直要够这个东西，就是一直要够啊。对，春晚这首歌又让很多人喜欢，又让很多人讨论。他一直是在唾沫当中长大的一个人。我去，那得多味儿啊！好嘞啊！好，我们说正经点儿，然后大家可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。吓我一跳，扫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的微信话题叫“最爱女友的类型”，你到底最爱哪一类女友呢？问我呢？没有，我们让那个观众扫微信，然后我们的幸运观众会得到我们的静家的3种玫瑰，我们今天会送出3套作为礼品。来，我们再次掌声来欢迎奇葩大张伟！谢谢，谢谢。 10年前，凭借神曲《洗刷刷》，酷儿乐队横空出世。10年后，大张伟转型模仿，成为综艺新宠。听过你的歌，我的大哥哥，我明白你的心里的喜怒哀乐。 2014年，他又携新一代广场舞神曲《倍儿爽》登上往年春晚舞台，引发全民模仿狂潮。就这个 feel 倍儿爽，倍儿爽，这个 feel 倍儿爽。然而，才下春晚，又惹是非，假唱、抄袭等争议铺天盖地而来。今晚，金主播拷问大张伟：到底这位毒舌怪咖是不靠谱，还是真性情？ 非常近距离，最嗨现场马上火爆出现。你为什么戴个大金链子？大金链子，小手表，1天3顿吃烧烤。李姐姐，这个现在是我最新的一个人生格言，是这样的啊。我那个是应该采访大张伟次数最多的。 我们10年前就开始，你怎么就一直说话这么没正经呀？没有，你会好好说话吗？我好好说话，哪句话要磕巴呀？就是这不这2年，而且口齿更清晰了一些，向您学习嘛。哎，我问一下，那个倍儿爽，哎，你上春晚是第一次吗？是第一次啊！我这个面相能上春晚吗？不是，据说以前真没上过。很多人跟我说我长得不够播出标准。 这个话都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太损了啊！嗯，春晚的那个，你觉得你发挥的好吗？好极了，太棒了，全世界没有比我好的。因为我必须要这么跟我自己说，我才能演得好。因为经常有人问我说，就是第一回上，再加上平时看我老是这样，然后晃晃荡荡，然后说肯定紧张吧，或者是上那种，我就从来不，我就没有很紧张，我就是催眠自己，我肯定是这一场演得最棒的。 然后历届春晚我是最棒的节目。演完春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改变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手心手背，这个生活呀，一直是这样，福祸双行啊。每回只要有大福的时候，总会有质疑的声音，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。春晚说你假唱，比如说，但是我记得春晚应该唱歌人不止你一个吧？啊，为什么就非要说你呢？哎呀，是你雇的吧？我不是弱势群体嘛。然后那个，因为我以前有抄袭的这个恶习，再加上。 是这样，然后后来中间又有一些所谓的那些负面新闻，他们觉得说捏我，说我感觉特别理直气壮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说起来带劲，因为比如就跟那个蔡明那小品似的哈，哎呀，就说别人了啊，不是。然后你看他去年那个小品挤的那个潘长江，那个小品特别成功嘛，就是因为挤的那个人是对的，嗯，因为你这个所有的那个话佐料啊。 落他身上那个卦都砸得响，然后那个，所以说我觉得拿我砸卦呢是砸得响的，所以很多人就砸，就是这样。有些人会不理，那你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，我看你一套一套的说的。我没有说那个太多的理会，是因为别人问我了，说你是不是假唱来的？问这样的一个话题，我都做着这事儿，我肯定得承认呀、就是这样。但是说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儿，就是说他不是说假唱不好听，他其实叫还音。 就是说呢，就是说，只要是在，因为央视您也知道，就是说那个这么大的这个30这舞台上，希望都是把最完美的奉献出来，不要出任何问题，保险为主，是还音，是这样。哎，我问一下，比如说你经历了这么多的质疑，嗯，我就觉得，感觉你好像没有挂在心上啊啊，挂在心上，我现在就这样跟你聊天。不是，你是天生很强大吗？还是你有什么办法去化解呢？ 啊，我也没什么办法化解、啊，我就是只能说，就是说别人骂街呢，我就当娱乐，因为你让他们开心也是娱乐，你让他们骂你也是娱乐。鲁迅先生说过一句经典的话，就是说对敌人最大的蔑视是掉过头去不予理睬，你明白吧？就是骂你跟爱你都是好事儿。什么叫最大的蔑视？就是掉过头去不予理睬。他们起码还理我呢。是别人说完你之后，你才查的鲁迅这句话吧？没有，我以前就听我看别人 QQ 上写的，然后那个，然后因为你看你又抄。哎呀，那这叫引经，咱们不能说好听点吗？叫引经据典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观察生活之中，无论是哪一个细节给我带来的那种语言刺激跟文艺上的一种熏陶，然后我都会留心去记这些事儿啊。就像倍儿爽这个，就是我之前我妈有一回喝什么东西啊。嚯，那就是那声大的，我连那我俩屋外就听见了。喝什么？喝完就是他好像他特别渴，他就喝雪碧啊还是什么东西，喝完之后哇，他就说倍儿爽，然后喊。然后我说哦，我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很走心的一句话了。我特想见你妈啊，真的啊，你老一个那个一人喝东西都喝嗨了啊。啊，对，不就白开水、雪碧、可乐吗？不知道。厉害。然后就是，所以说我可能就记。都是奇葩，我觉得。嗨，反正都怎么说呢，都是90后嘛。哎，大张伟，你春晚之后是不是演出越来越多了？以前也还行啊，就是各位捧的好啊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我呢，不拒绝任何场合，什么我都演。人家下面吃饭，有的艺人都不愿意演。我演。为什么？开心的，我这个歌听着就下饭，然后整个。然后我觉得很好，因为哪首歌下饭呀？哪首歌都下饭啊，洗刷刷几刷刷，然后倍儿爽，啪吃那个大蒜炉子，然后嘴烫嘴泡，多爽！然后那个就说这意思，为什么鼓什么掌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是能够给各位心情上带来愉悦，但是搓背时候就算了。然后呢，别的时候我都愿意去演出。不是，你是故意麻痹自己呢，就视而不见。也没有，还是你我下去接着跟他一边吃，我在旁边就开心呐。我说开这是，然后啊，为什么有的人就在意呢？你觉得？他们在意可能就是说要一种怎么说那种 sense， 然后那种格调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是那种格调，然后但是就是我也不是说没格调啊，就是说我只是觉得我跟别人比不了，我呢只能是说一个。服务行业的嘛，以前老说嘛，您也知道。然后那个能给各位服务舒服了，就是我的尽责。再加上人还给钱呢。但是人家说你生活中其实回家不爱说话，然后但是你怎么一在这种场合，你就呈现另外一个你分裂不分裂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因为那个回家对着墙还说话，那就是病得治。然后我肯定是说有观众的时候，因为观众有一种气场嘛，他们开心，然后就是会酿成我就会越来越散德行，然后越来越散，观众越开心，越散越开心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了啊。比如说你每次这样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的经纪公司或者你家里人有没有跟你说的，说话要收敛一点，注意一点。哦，这个人会说你很狂妄，说你看他都假唱了，他还那么狂，那么多道理讲。我知道这样是感会有这种错觉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我现在30了嘛，我是越来越觉得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呗，反正每天也挺辛苦的，然后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愿望。所以说问我就说，然后又不是什么太那个什么。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就说呗，我是比较不能理解别人不说，就是我特别不能理解，比如我有时候看别人采访，那老避讳，我能理解女明星避讳，我理解不了男明星避讳这事儿。还有性别歧视啊？我觉得女明星嘛，多少要大家闺秀一点，挡着牙聊天那个路线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男明星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说呗，就是这样啊。有一些人不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有太多了啊。那你能感受到不喜欢你什么表现吗？在外面有碰到过吗？表现网上骂街呀？不是，生活中碰到的。谁敢啊？别！你听播完之后真有这，没有，也许化妆间或者你走过去路过哪儿，飘来一些声音，说这神经病啊、这我这是哪科的大夫一眼能看出来。然后我就觉得是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有确实我包括录节目的时候，曾经都有过这种状况，就是底下那个这个一直不明白那个叫导播老师啊，然后就拿一个板儿，就上面写着大张伟神经病，然后让那个主持人也说，然后观众也得捧，他一说我神经病，大家就得乐。是吗？就是这种特别没包袱，然后就这种特别 low 的这种包袱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但是这不还得挣钱的嘛，就忍了，对不对？网上呢？你会看吗？看呀。你的下面有骂你的吗？有的是，有太多骂街的了。你觉得什么人会喜欢你？可能就是说有类似啊，我也不敢这么说啊。类似。有一种活明白的人容易喜欢我，还有一种类似，就是说对美的事物有强烈的自我信任感的人。你说那美的事物是什么呀？就是美的事物嘛。Beautiful thing， 然后就是这种就是对一种美的事物有强烈的追求的人。然后，但你知道吗，大张伟？因为我看了你这么多年，你没有特别强烈的改变啊。然后用心理专家来分析，你是用了一套来，就是你找了一个套路这种方式，其实会让别人看不清你啊。对，这种方式去跟别人去交流啊。但是我没明白让别人看清我有什么用啊？就是我觉得你害怕吗？我没害怕呀。不是，我是觉得上台嘛，就是开心嘛，因为大家花钱了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没花钱也是来坐车来的，就是说都不容易，你得让各位开心，这个是一个本分。下台，我特别不能理解，为什么大众要理解要知道一个艺人的背后。就是我特别烦看这种事情，比如说啊，我喜欢的艺人，我从来只看他演出，然后他纪录片我偶尔看看，但是我从来不看他什么所谓背后的故事，我知道那么多干嘛呀？所以喜欢这种感觉。什么叫做梦啊？对吧？美国就叫梦工厂嘛，梦就是那个一醒了就没劲了，所以说他就是要在就是这样一个为什么有台啊？就是台就是因为咱们能站这个上边给下边的人去演嘛，就是这样造就一个气场的问题。我是觉得这是应该。艺人有的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你现在做的音乐是你最喜欢的吗？喜欢呀，我起码就比如说《倍儿爽》这个歌吧，起码我唱起来我痛快，我就觉得这个我就喜欢。我在舞台上唯一不爱干的就是不爱唱情歌。就我一唱情歌，我自个儿老乐，因为我觉得我骗别人呢。然后因为我根本就不是那么想的。你也了解我哈，就是我一深情。就会特别的，你一深情你自己就想抽自己，特别不自在，还不是抽自己，就是有一种本能的抵抗。但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歌手那样写一首特别那种特浪漫的情歌，让别人也能用你的声音去表现你对感情的一种态度呢？我相信他们应该很喜欢，对吧？我觉得是这样啊，就是说一句比较自私的话啊，现在目前来说，我觉得我高兴最重要。就是说，就是有很多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在舞台上，我觉得任何一个艺人来说啊，一定要让自己高兴比观众高兴更重要，因为你要气场才能让别人觉得你是高兴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连你自己都没法说服你自个儿高兴，那大家都是其实咱们现在这个陆永鹏，包括电视机前都有一种莫名的气场，就是什么叫气味相投啊？就是你散发出来那个咚咚咚那个感觉，就是他就会开心。然后，但是如果你自个儿就是不情不愿的。然后我觉得我身为一个艺人呢，我别的我不敢说啊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基本到谷底了，就是说我又抄袭啊，又假唱啊，然后就是一堆那些不该有的这种事儿全有。但是起码我对我自己最后一个，起码我是觉得我是在舞台上对得起自己的，一个对得起自己，观众不管是他们能不能感受到，他们能感受到呢，就是我福分；感受不到，起码我没骗各位。你现在是单身吧？啊，对啊，但是我也快了。就是我感觉我快了，就是说，就是我也快结婚了应该，然后也快有孩子了啊。你觉得你是那种特别好的谈恋爱的对象吗？啊，你看跟谁？我觉得这个世间啊，那句话特别重要，一物降一物。然后呢，他总有一个人能跟我在一起是合适的，我也觉得还行。但是有的人比较不幸运嘛。什么叫幸运的人呀？就是能碰见那个人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觉得我一直是 lucky boy， 应该还可以吧。这些年。我的梦想全实现了，所以说我觉得我对这个结婚、爱情、这个本尊媳妇儿的这个命运，我相信一定还是不错的。你觉得那女孩应该是个什么样的？我觉得是什么样啊？嗯，想象的。想象啊，其实就是您这样就不错呀，女企业家啊。然后就是说，不是您这个外貌我特别喜欢啊，长得就是说一副雍容的感觉，一看这个女人一辈子不会苦。然后而且，在很多抉择上，她能帮你去做一个很正确的选择。你让女的帮你做抉择？哎呀，俩人过日子嘛，有好多大事儿还是得一块商量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在一起就是相互商量啊，平等互换。单政委，我觉得你看你歌唱得好，演出也特别多，然后我看你一直去参加模仿秀，你演的最像的是谁？你觉得？就你长得本身就像谁？蔡琴呐，因为本身有很多我长得就是一副中年的这种少妇的脸型，就是鸭蛋的一个脸型啊，是这样啊。比如说第一回我演蔡琴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是大咖秀第一季的最后一集了，反正我演完了就完了，爱好不好，反正我就去了。但是化妆团队特别厉害，许杰辉老师的指导又特别的棒，那颗痣，然后一下就会了，然后就是那种青鸟的感觉，一下就会了。然后一出来，他们都觉得挺开心的，我就觉得哎，原来没有把握的事情。原来潜力，但我感觉你很淡定啊，就蔡琴那一段我很淡定，因为蔡老师就是淡定啊。然后啊，对，我是除了淡定一无是处。然后但是蔡老师就是那种底蕴，然后我掌握到了。然后所以说，我觉得哎，原来干一些没有把握的事情，这种潜力突然间这种激发是会爆发的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一生恰似你的温柔。打开心灵，过去钝的潇洒。切。我不飞翔。现场我们来个即兴的吧？真的吗？对，绝对不是演技。节目里即兴演出。啊！今天没有各种口音，对吧？也没有各种人，独角戏。独角戏啊，那容易演。也没有道具，什么都没有。小尴尬呀。对，我们就给一段音乐，看看他能够怎么发挥。这一段是完全没有准备过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完全没有跟任何的导演对过，对不对？当然没有啊，对不对？现场观众进来的很早啊。一翔老师来一个，咱们来一个小邋遢。你随便要一段音乐就行，我没有道具。小邋遢，小邋遢啊！谢谢各位，哎，那我献丑了，先来一个，我想想啊，大家想看谁啊？崔健，好，崔健好。然后我现在模仿一个崔健加小彩旗儿，然后唱。小邋遢，真的真邋遢。那他脏脏就是他，没人喜欢他。好，然后咱们再来罗大佑加小彩旗儿。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，邋遢大王就是他，没人喜欢他。好，咱们现在来易中天，然后来啊，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。邋遢大王就是他，没人喜欢他。来，还有谁？尔康那个来，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，邋遢大王就是他，没人喜欢他。还有谁啊？朴树啊！哎，我好想听朴树。太简单了。小邋遢。真呀真邋遢，邋遢大王就是他，没人喜欢他，太颓了，就是这样。最后来一个李静姐的啊，我要带您卖一下这个面膜呀。等会儿我先偏分一下啊。你得起来啊，要不怎么像啊？咱们得一套一套的啊。小邋遢牌面膜，李静慧送你的。什么呀？我们今天采访到了一个人啊，然后听听他在他眼中，大张伟有一个什么样的另外一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次见到大张伟在中央台，然后印象没怎么说话，然后嘴有时候犯瓢，啊，嘴说怎么也嘟滴，不是哇，就是他聊天，他能把自己这嘴给自个儿掰一跟头。就说话快，没有你说不是，这都是不错的，对吧？你看我学大张伟特别像，好的，哎，不错，谢谢。不是，凭什么那什么呀？我就不明白了，非什么要真唱啊？不是你又没给我钱，不是他就是那个劲儿，知道吧？原来我就觉得他肯定是一个挺闹的，然后经常去夜店之类的。结果呢，他其实不怎么爱出去玩去，也不是愿意好多的应酬啊、交朋友啊、出去跟人家喝酒去、玩去、上夜店，他也不去。私下，据他身边的经纪人啊、朋友啊说，他看了他这么多年，他就愿意跟我聚一聚，啊，然后出来吃吃饭呀、聊聊天啊。就是我还行，别人他少。私下里挺宅的你。宅呀，分跟谁？就是说，比如您要叫我，肯定去。然后，但是我是觉得平时不宅的话，老出去没劲呢。那你平时跟什么人混呢？我跟我自个儿混啊，然后还有谁、啊？我身边刚才那个伴舞的老师，我们也经常聚。有时候我跟我们乐队以前的那几个朋友也聚，然后我最近是跟北边武侠的人聚的比较多，因为他们吃饭知道吃饭的地儿比我知道的多，但是都没有我知道的好吃。然后所以，但是后来，所以你不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。谁说没朋友啊？这也是能带来欢乐的人，就看我愿不愿意交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现在要问一下，因为。我们今天电话还连线了一个比较了解你的人，对 ，Hello， 您好，你好，哎呀，你好啊，是，这谁呀？你好啊，就是弄得跟中介似的。然后你不是，哎，不是在哪儿呢？就是这在电话的吗？对。啊，喂，啊，是真的是电话吗？还是在现场呢？在现场就出来呗。我们来欢迎。我一直都没有见过，我没有见过你爸妈。你好。哇，真年轻！1983年，大张伟出生在北京南城的一个胡同人家。为了儿子能够追求音乐梦想，这个普通工人家庭承受着沉重不堪的压力，父母也不得不日夜不眠为儿操劳。他们以前是练摊儿的，就是一宿一宿的出去练摊儿，然后等于说他们每天。好几年只能每天睡2小时吧，因为他白天有8小时工作嘛，回家就要开始。白天还要工作吗？对呀、啊，白天还要工作，上班呀、啊，上正常的班，然后晚上回家去夜市，然后一回家就开始揉面，然后因为是摊煎饼弄馄饨这些东西嘛，就是卖给街边的一些那个出租车司机，然后就是这些，等于说他们从晚上10点，等于说下午5点到家了下班，然后弄点汤给我做饭，然后等于说10点又出去了，然后再卖到夜里3、4点钟又回来了，早上起来7点钟又得去接着上班去，等于每天就这样的生活很，我想想好多年呢，都是这样的。然后我爸那个什么脊椎侧弯呀、啊，什么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卖什么那个脚那个什么病来的，反正都是因为以前想给我买一些，音乐上的东西，他就去然后干他额外的一些卸那个大集装箱那包的那些东西。尽管家庭并不富裕，但父母乐观的生活态度却对大张伟的成长起到了深刻的影响。今晚大张伟父母的突然现身，是否会令这位贫嘴侃爷措手不及、原形毕露呢？我爸妈在我不自在这么多年，我怎么活过来的？那不是肯定还是得自在啊！非常近距离，精彩马上继续。有这么一个儿子闹心吗？他闹心，在家可不，在家可不姐，在家啥呀？一人在屋，除了看书就听音乐，是吧？那你想有多少人在屋里？就是那么多人干嘛？对，我就是一直想，因为我认识他太久了，我觉得他有另外一面，人就是一到了舞台，一到了这个环境特别热闹，然后呢，但是他那一面。 真是很难想象。其实啊，我觉得他这个闹吧，就通过这个一个平台吧，给大家带来快乐啊。他只是要表达这些东西。那他回家呢？什么样子呢？回家他并没有这么闹的。没有。说爱笑的。是，哎，那天也我就跟你们这儿一个男哈，那天跟他聊了会儿这个事儿。其实他本身来讲，他还真不是那种说特闹，就是那种特别淘的那种男孩子，还真不是。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特闹特淘，那不是10岁以前的事儿吗？那30了还淘啊！就您看的在电视上的那个，有时候接受访问呀，说话特别的另类，包括有些人说他。实际上，我觉得他这种说话另类，还有他的说话方式的比较直接啊。我觉得这事儿要追根就追到我。 还是父母，我看出来您对我们说话吧，就是从小也不是教育啊。其实有些这孩子身上啊，总有父母的阴影。这个阴影影子，你们家是不是就特别平时就这样说话？说我们家说话就不藏着掖着，有什么说什么啊，哎，什么事儿咱互相好像。 话都比较直接，所以呢，养成孩子呢，所以到现在也改不了这毛病了，就是也都是比较直接。他就是反正就是，你在这儿台上你看着啊，跟大伙儿似的，特回家里头没声儿，屋里头，你这是干嘛呢？这是啊，真的，你看电脑里不是在那他那屋一关门的话，你什么也听不见。 你爸妈在音乐上支持你吗？小时候家庭条件好吗？小时候家庭条件，你要说不好肯定是不好，但是说好也挺来劲的。什么样子的算不好和好中间？因为就是正常的工人家庭，然后你要光靠工资来说哈，那肯定就是肯定是比较要想买一些音响什么就比较难，但是呢。 勤能解决这话也不合适，然后就是说俩人他们以前是发现了夜市这种哈包馄饨，然后就是对对好吃那个对，然后就是我们家门口就卖了，然后那时候好多出租车司机哈，对，真的谁去做呀？那应该是87年的事儿，87年那么早啊？对，然后卖煎饼，所以卖馄饨，所以你要说没钱，这个也不能说没钱，因为我们89年的时候就已经买1万块钱音响了，是吧？那时候出什么买什么。 出那个卡拉 OK 机买卡拉 OK， 出那个，我当时还说呢，出那个咱们这光碟。我妈我爸反正就是小时候，基本上每次为了培养我，就是倾家荡产，然后但是靠着自己勤劳的智慧，然后就是慢慢的又挣起来了。下一次肯定还有一个机会要买一什么东西，又倾家荡产了。然后但是荡了有4回吧，3回，然后最后换来了一片美好的前景，对不对？ 你要好好的回报你父母啊！回了好多年了，可以了。哎，真的问一下，他孝顺吗？孝顺，给你买过东西吗？他买，他第一次我觉得就是跟着银河艺术团出去上新加坡之类的，就给我买了一个啊。别说这些小的都不在乎，有点大的买房买车买房车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的。对呀，不是。 房是不是真的？对不对？房是我儿子买的。对，车没人会开。我现在我们俩住的房就是。哦。对。大张伟，他的好多朋友就是他们乐队之前那几个，我们也都认识，都结婚了，有小孩了。他现在还没有结婚，你着急吗？不着急，那着什么急啊？我是觉得这都是随缘吧。他自己如果说想找着合适的，什么样的，我主要是我们家里家长啊，不干涉他这些事儿。你不干涉，我们也没有，他看着好就好。对啊。 那您看着不好呢？我看着他看着好，我就觉得好啊啊！真的吗？这不是，真是这看了一个特讨厌的，万一那个因为长得更好，他觉得好，而且呢，我就觉得他自己都喜欢，我为什么做家长呢？我中间给啊对，搅和搅和，而且就主要是我觉得这首先我也不是那种人。叔叔呢？叔叔你呢？你怎么看？他到现在还单身，还没结婚。反正我们家的事，就是从我们家这个上这儿。 孩子的事儿也尽量少参与，人家是人家过人家的日子，人家何必找一个女朋友，人家是将来是人家俩人过，你掺和你家长掺和进来没有什么必要。嗯，而且我觉得我们整个家庭啊，都是氛围比较放松，没有说苛求谁你必须怎么着，你怎么不没有说要求。说你怎么怎么这事儿你没做好，或者你怎么怎么着，没有那方面的要求，都比较放松。哎，你要补充一些？没有，说的好极了。然后我是觉得就是，因为这些年也是一个相互的事情，我经常向我父母证明我的选择都是对的呀。就是以各种选择，然后就是因为人生在很多家长着急啊，就是在于他怕你走错路嘛，对不对？老是这个事情，我基本上人生轨迹还行吧，就是说选择好多事情的时候，那个决定都是不是？实际上我觉得不是人，不是这个，我觉得追到根儿的还是他比较走运。真的哈，我就哎呀，我跟你说这么多年，我老觉得确实是，就是通过他自己又非常努力哈，其实还是运气也特别好。对，是运气好。他想表现自己特别努力，然后呢，妈妈说运气好，运气肯定是。当然了，你自己努力，然后你再加上运气啊，没用。而且长得也是个福相，可能运气就比较好了。反正我觉得，因为父母这家庭反正和谐嘛。家和万事兴，就是这个。你有没有跟你爸爸妈妈特别正经的说过话？那种经常正经说话，什么表达感情呀，那种感谢呀，让他们说了听了很舒心的那种正经八板的话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不是，他要是说那个正经的跟我们说这感谢，我好像我们也听着别扭。过生日也没太大必要那样。是他不是说那个那么直接的说。哇，给谁车带一刀啊？给谁车带给捅了？这是。不是特别直接。慌三扑子就是你。不会说那种，他不是说会说特，让你父母觉得怎么着，他那种话我觉得是基本上，但是他都是，哎呀，可是他心里都非常那个。我都记得我小时候，你母亲节那阵我刚听说有母亲节这东西，因为小时候没听说，我还给你上那个红桥那儿给你弄一劣质别针儿，然后给你对吧？这都是有感谢啊，对，有感都有啊。那爸爸他做过什么细腻的事儿吗？就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。他特别好在哪儿啊？他什么事儿不是说我去说去，他做完之后跟你哥俩走了。但是我就能感觉到他的这个丢了不少东西吧得。我听起来特别满意，对大张伟。对，哎呦，那这是对呀。您希望今后大张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嗨，其实我是觉得呀。一切事情啊，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。他是比较什么呢？其实他这个骨子里啊，我是个人觉得他责任心非常强烈，你知道吗？实际上他给人的这个印象啊，就觉得挺张扬的哈，特随意和好像不正经。实际上他是，对，是，好多人就有这种是吧？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误区。谁正经啊？我想问问，真的，我觉得他就是。实际上，他这骨子里他真不是那么样，他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对男人思维是传统。你看他对家庭啊，你看他对父母，他都有份责任。其实我们看一个人是要看父母的啊，一个父母都觉得不孝顺的孩子，无论你唱歌唱得再好，但也不会认可。还有一个，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对，我一直觉得大张伟他用一种方式。作为一种跟人沟通的方式，他有他自己那一部分，就是您刚才说他其实他很传统，也许他就是这样的。他就是自己什么就是生活能力比较怎么多好看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比较笨，但是他脑袋还且行，脑袋瓜那个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得替我们这帮人说的话，说自理能力差全赖父母，完全不赖孩子，管得太多，这一点一定要更正。我就觉得好多父母就是父母永远都在说孩子自理能力差，别。管我不就自己能力强了吗？对不对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我老跟我妈说，不要来做饭啦，我自个儿你给我饿死，我自个儿就会做，对不对？就老看不下去，就老非要去，老看不下去，因为父母嘛就是这样。然后，但是我是觉得。有的时候还是稍微能，我跟我妈聊过这事儿，我说别管我行不行，对吧？就不是那种说那个初中生那种别管我，我说你就知道我饿，你就饿着我，然后我这样我就自个儿就知道怎么觅食去了，对吧？就是这些东西，自个儿自然也就会了。家里脏了都下不去脚了，自然就会收拾了，就是这样。今天特别高兴，然后跟大张伟聊天，而且。充分感受到他们独特一家的幸福生活，我们希望爸爸妈妈还有大张伟一切都好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最后我们也有一份礼物来送给阿姨，来，希望你越来越漂亮。哎呦，谢谢。那电视机前的观众呢，也可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然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。再次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尹老师，谢谢各位。